我真的觉得这没什么反应，就死了，感觉是死过去了。就是大家要还是要有个跟音乐的一个呼吸感，然后可能这边还是能看得出来，很多人他是在想动作的，而且在找拍子。这一次的起舞想要走一个比较走心的作品，直到排练的过程才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他们擅长的领域。刚才不够示范了，前面多好的断了在那里，刚才这种走过去就是垃圾。那现在目前有问题就是，你们现在一家十五个人变成只有一，如果只有一个人的话我们就失败了。现在陈琳在那里表演跟你们的整个表演是脱节的。我看不到大家任何的就是想表达的情绪，什么都没有。我看下来就是感觉大家今天来跑了个商演的感觉。这一次的起舞从排练跟走台其实一路都是听到很不好的评价，有那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好的，杨丞琳主理人，请用一句话介绍你们的作品。各位跟自己和解吧。
在惹。我也是。我头从头麻到尾。我天哪！我其实，在台上跳完之后，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吹羽毛，就觉得。哇，释放了那个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在台上其实就是觉得我们做到了。好看，这个好，然后这个好，这个比上个易懂。哦，저도많이감동을받았고또저도공감을많이했어요전체적으로정말대단한무대라고생각을했는데제가무대에서댄서들이춤을추다가울컥하는마음을사람들한테전달할수있다는그능력이되게대단하다고느껴졌고저또한그부분에서엄청공감대가형성이많이돼서진짜작품성이엄청높은무대구나라고생각을많이했습니다舞蹈作品它的魅力点就是在于你可以通过你所表达的这个故事不用说一句话就能感受得到包括一开始他们流水之前那些多米诺的配合就让我们大家都沉浸进去了在 Racking 中有最高的境界就是 emotion 情绪的表达这一点他们做到了但是他们是所有人都是一个情绪而且这个情绪不能是假的因为假的是无法感染到人的他们所有人的情绪都是真的那一刻真的很想跟自己和解好的杨丞琳、朱丽人的限定场牌已经完成他们的表演，请六位专业评审为他们打分。现场的观众评审，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表演，请在我倒数之后投出你们手中的莫兰迪灰色毛巾。三、二、一。好的。听一下其他四位主理人看到这个作品感受怎么样李斯我天哪太感动我了真的陈琳姐你从廖伯哥让你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作品你先说我说不下去我要哭了我先来先让他哭会儿让眼泪再多流一会儿从刚才两个妹妹第一个队形被拖起来那一刻开始我的头皮发麻的状态就基本上没有停过然后包括刚才陈琳姐在中间被所有人撞来撞去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你们这次的编排和创意真的是我没有见过的也是让我觉得既简单又精彩又非常的贴合此刻的情绪而且我觉得这个作品肯定是跟陈琳姐内心深处的故事是有相结合的部分我现在比较期待一会儿你们的解读眼泪流完了吗流完了 Let's go 谢谢其实这个作品我不想说它的专业性或者是说队形说那些我觉得不用说我觉得非常的好而我觉得这个作品给我传递更多的是你要表达这个思想 和你的灵魂其实有让我自己去想要跟自己和解哎呀谢谢小宝贝儿对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有意思而且我也觉得看这个作品以后会很多人帮助或者可以让大家给勇敢对勇敢的作品对所以我很喜欢谢谢我觉得这个作品每个人看真的就有每种不一样的感受我就是会觉得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被很多人不理解也会有很多人攻击你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会被这个世界不认可或者抛弃但其实你静下来回头看身边还是有很多人的这是我看这个作品的感受其实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就是对上了非常优秀的 Proud Mom
再来就是这一次是有史以来最不顺利的一次。那种不顺利并不是说我们编舞落后了，或者是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做整齐，我们感到的那种落后是每个人看这个作品一直没有办法被我们打动。我觉得正因为对手他们非常的强大，所以我们更要觉得要非常尊重他们，要端出我们也很满意，他们看了也会觉得你们值得跟我一起对战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决定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聊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大家在跳这支舞的困惑。这首歌它不同的点是它真的是在表达，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我们没办法唱，没有办法说，我们就是靠我们的全身。就是我们有三大块，中间的人做动作，中间的人很用力我觉得 OK， 然后围圈圈的人维持原本的状态，但那边的人我觉得可以是压抑的那一种劲儿，而不是愤怒的。因为一旦这支舞前面过分的堆太高，后面会堆不起来，所以我们要给他一点点空间。陈仁玲姐姐就是比较希望我们就打开自己的内心去诠释这支舞，然后就教我们怎么去抒发情绪。是你的状态是要有一种就是有点去撞击他那种感觉，让我们通过呼吸啊感官啊来感受你身边的人情绪上的突破啊连接啊什么的，反正就是帮助我们很多耶。